啊，这个另外一队啊，点他那个，就点他那个狮驼吧，明什么那个啊？那我破血吧。你还是背，你还是背，你还是背，你还是背。不记好。上面那个真菌呢，低调。真菌的是吧？嗯。这咋上去的？有超战役就是真菌的。哦那个、超战役啊、哦，超战役真菌。真菌慢节奏，我。还行，小伤不重。我一术有一术就行，一千四就没有吃金波。我这比什么快？他飞了他就没真菌了，闪现孩子在啥摇走、哦、没有把我抢到了对面，他怎么没出手，基本上不会的，下把吕优胜点他破血压的话好像还出不了手啊，是吧，他小叶自己拉就能出手了呀，他有着慢的不行，哎，我得可以压，我得可以压，我得可以压，我去压。对，你这可以压。妈的，一号更慢。啊，不一定，他是大概率还是说自己拉的。我那我拉你啊，我拉你，你慢，慢上面那个凌波啊，不对，上面的凌波他妈的速度快，跟他学少。点下面那个，就是就点狮驼宝宝，就点狮驼宝宝啊，不能就点狮驼宝宝。文哥上个混血闪，我啊。我拉你，你出宝宝吧先，先出宝宝吧，出我归宿。我能不能拉起来？哎呀，点着手的话拉不起来。嗯。两个零波从前面戳的。哎，应该戳叶罗刹来，说不定的。对，他应该戳叶罗刹。钱你要了吗？不知道有没有点，我还想点什么宝宝嘞？虐，操，压不死我，没了。涡轮下把自己点了一组啊。代表会不会点啊？会不会点我？点你，我不防，应该死了。那正好让自己拿。对，你自己点他就好了。文哥直接出个虚名。好。我刘云娟还没给你补，你现在少两个速度优势。哎，我能自己拉呀！嗯，哎呀，
忘了。那你自己拉的是吧？他我切入那个，我刚不是说了吗？自己拉。没有，我忘了。啊、飞的话能飞个叶落叉的，但是飞叶落叉了，我们宝宝都要飞掉了。那肯定是你自己拉的。没有，我以为我自己拉了，然后我又给你加了个血。哎呦我的妈！一顿吸收。那其实这样龟速的宝宝打个高明也有用、啊、你那速度不够龟了呀，哪有这样的打法，不能为了多拉一次16点速度20%，有个高明也不快，也就多个几点，不行，不能这么搞。要不要小爽把他石头挂了？不用啊，那个涡轮自己点了，文哥你学语直接砸他化身啊，化身上面那个低调啊，不那个满球是吧，点哥搞得死不感觉有点费劲了，我死了还行，现在他第五艺术啊，我艺术啊，我们哈他艺术没起艺术，我没起流女啊，那你到我下巴给我点流女吧，我下午必须给顶流女，虚命飞了，就看女妖生了。我看看你要不要了。这不能。哎，弹了一手，可以。要累吧？有机会。他行了呀。对他肯定行的。他死不了。他死不了。死不了，我拉兹。点的那个师徒出手。你千术不要点了，自己了，千术龟术，神木直接出去秒，我龟术不拉自己是吧？不拉自己，卡大金。我给谁卡呀？随便，卡花生吧。跟我讲。呀，不靠化身呐，靠化身会不会更好？我咋不上化身了、啊、是不是他化身好就好啊，是不是靠化身了、啊、把他化身就对了，妈的，哎呦，靠化身我虚把他炸死，老习惯性的以为神木比化身快，这个化身快了忘了，对，就点石头还行，压死就行、忘记补流云呗，我下波不流云诀，我下波能补吗？我下波好像可以学鱼啊，对，下波暴露五星血，看放多嘞，直接学一点他地补啊，宝宝是你龟速你顶化身吧，你女儿身压狮驼尸体啊，点狮驼压，哎呀我操，点狮驼压，不差你这个伤害的是吧，
漫天没办法，漫天没办法。你套中化身他们这么厉害，我操！我们女妖生死。对，女妖大概出不了手，因为我开五天大概出不了手，所以我不怕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基本上拿下了，他没法清虚弥。我靠！但是刚刚砍在化身后面，哎，晕死！不然我化身无痕丢失图了。下巴不留云啊！嗯，下巴不留云卷。发生丢失头的无痕，结果卡在青色后面。两个虚弥吧。好，可以，放在三只虚弥。两只，两只，你这个装拉的。啊，对，你这个是上回。我这个上回拉的，我再把血。但发生也要死，发生也要死，三个虚弥发生死。千八，可以结束。两个幺，结束结束，我就说花掉死，那结束。哇，留言还是补一个吧，万一他就是。可以啊，很稳了，这三攻都能拿下，很稳很稳。三攻，不说别的，三攻打的最多的就是三攻了。不能自己拉，自己拉出去。OK。这一拍重庆的结束了，妥妥的。这群雄又赶不上了吗？你说那个时间班他肯定赶不上了，下星亚就开打了。下星亚，下星亚打也会中毒的，也会中小锁的。他怎么被毒死了是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他被我毒死的也算我的击杀吗？算你的击杀，没懂。那你看他是不是小死亡？小死亡三回合是吧？是不是我算算算是算算算你点那个经脉算是的。那可以啊，爽啊，我六刀打死也是算。记得我六刀弄死才算，那我阎罗烈判过那抓死都算了，都算都算。哇塞，那有点爽哎，这个经脉多爽啊！我开个眼，波龙是不是有大招啊？大招来一个！没有大招。哦，现在没大招是吧？没大招，那你看能办？漫天打死！成功。状态确实了，差了，这幺六三。哎呦我靠，这好没有出道。哎，没办法。文哥，血雨干死了。啊，血雨干死了，我说过嘛，我说过。其实涡轮自己拉都能控，对吧？你就点着他队长，点都能控。我拉你起来，你直接那个吧，我来个法连。咱们就是找机会偷化身，偷化身拿下，没别的，拖住就行。要偷住了，他就死定了。